好好的一棵葡萄树，差点被刚刚剪秃了。这葡萄要收了得好几百斤。哎，兔子呢？跑到朋友身上，我给他准备个单间，他来了。兔子，在这儿。给我出来吧你！你给我出来！哎，出来！他就会藏那里面。哎，挣扎了。挣扎是没用的。来，进去吧，进去吧。那以后他吃什么呀？以后啊，没问题，下来脱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吃吧，够得着吧？拿草刀哪一放？够不着呀。喂粮是吧？喂粮食啊！外面草那么多，抓两把草。放阴凉底下，到这儿。好吧。我直接给它换点草去。好好的，你也住上了。牵牛花这是？啊，那叫喇叭花。它又没有你我挣钱。跟绳子一样吧。先给它这一把试试。来，口粮来了。顶饿了多长时间了？现在？哎呀。喂。哭呀。行走的蒲公英啊，这就是、这个就没有是吗？对，秋天没有。会掉毛。到了皮毛亮哟。嗯，把东西都让到了去了。不是，到了没有蛋蛋去。哦。到了，你们逮了个什么呀？被你带到了。我把这葡萄得剪一剪，太厚了，你看吧，上面密密麻麻全是葡萄。厚结的多呀。烘不熟。你看这样的。这颗大呀。这个大，这个均匀。这俩小的就不要了，刚把这个保住的不错。两年了，这个葡萄都没吃上。今年争取让你吃的。它不到熟就开始烂，怎么回事？下雨下的。真菌感染。回来回来回来。你捡它干嘛？我以为它是干枝的。我到底在干什么呀？你在搞破坏。啊，这就在这啊。我以为这枝的上面是干枝，我咔哧一剪就剪下来了。哎呀，把咱先吐了，你看了吗？嗯。你看真是的，我马上就该吃了。你看这样的这么近，你说它攻谁是？你肯定只能保一个，保大保小啊。你把小的剪掉了，上面那个我也得留一个。这俩留这个吧，你剪掉，这样它攻不熟了。行了哈，这剪就秃了，可惜了。能做什么吃法的葡萄？泡酒。你好有人呀。泡青葡萄酒，吸了不少呀。对，这样你看过两天长得就快了，你知道吧？这筐的葡萄熟了得上百斤，浪费了。